所有的阵地防御体系都已完工，请您视察。鬼子第16师团来势汹汹，一路夺关斩将，聚荣如果失守，南京就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责任重大呀！在下明白。鬼子的师团长中岛金朝武阴险残忍，对中国的地形、作战情况非常了解，切不可掉以轻心。请师座放心，我们全团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 师座，我和俊杰有一个生死之交，叫夏安国，以前您曾见过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夏安国，哦，是不是那个很有作战天赋、身手也不错的那小子？对，就是他，现在他到阵地了。是吗？把他叫过来。是，安国。 の使命が完璧に遂げる時が来れば諸君と共に南京に突っ込み盛大なお祝いをしようではないか。はい。こんな時こそ油断してはいけない。警戒を強めて兵士全員を作戦状態に置く。はい。大概从这个位置一直到敌人的阵营赵家庄。师座。 换上军装精神多了吧？啊，军令，<笑>来坐下说。师座，我获得一个重要情报需要汇报。讲。昨天途经鬼子军营附近，发现我军阵地对面的日军只有2个中队的兵力。 而来，那时候想守也守不住了。作战难免有风险，我愿意率领军队伍，对敌人进行围剿。请师座成全。师座，如果能够迅速围剿住鬼子，然后趁势增援丹阳，将敌人压制在长江一线，不仅可以给南京争取更多的宝贵时间，还可以调动整个战局的攻守形势。师座，我愿意组织一支敢死队，和安国一起与日军作战。就算情报有误，战此也无憾。师座，成全。 好，我就陪你们冒这个险。子期，带领你的三团，协同安国对敌人展开突击行动。是。记住，如果情况有误，立刻撤回。 军姐。
我是陈洪亮，立刻带有所有主力到一线布防。对，2个小时之内务必到达。 给我找个老兵，教小鸡和丁三开枪。我不要求他练得多准，但是一定要迅速学会怎么用枪。没问题。老林，到。昨天跟下长官来了两个人，你见过吧？见过。从今天开始，教他们俩使用枪支。没问题。记住，动作要领一定要规范，不能把你那些老油子气带给他们。放心吧。 老师，这什么意思？南姑，你的能力我清楚，这次事关每个战士的生命，不要再推辞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师团长把他自己和你们的性命交到我手上，我夏安国。
走。他们的巡逻兵每十分钟经过这一次，你带弟兄们在这守好，来一次灭一次，有问题吗？没问题。夏主管，您干什么去啊？敌人虚张声势，营地里基本全是空的，那么大的面积，全都攻下的话，我可舍不得那些弹药啊。我带弟兄们去探探虚实，实在不行我就给他们搅和搅和，把他们都引到这儿来，到时候你给他们重火力伺候。那还是让我去吧。这是命令，服从。是。刘排长，走，给我保护好夏长官。是。放心吧，我还等着将功补过呢。行，现在把他们的衣服换上。是。喂。好，知道了。报告师长。石团长他们已经出发了，通知各作战部门密切关注敌人动向，一有动静立刻汇报。是。